哎呀，真的当最后这样打吗？那我们等一下打完之后就不用休息，直接结束的。哎、欸，可是他这个手牌不错呢，两个大字强队碰完，哦没有，是三个小四喜。哦，我看一下，查东风。如果三个大字碰完，我们找三只来打。二四七万，二四七万、啊，不要啦，我们先打九筒好了。好、啊，先打七万，再打九筒，先听牌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他如果要留东风的话，还有金听呢、啊。三搭对三搭 ，OK。好，东风的话剩下两只哦。九饼来了，先打七万。这时候就是要打傻瓜啦，自动导航的傻瓜牌啊。对，碰，先打二四万。看要走碰碰虎或臭鱼蛇都可以啊。没有，西风、南风、北风刚好配四万的六条队，单调东风小四喜。你看场明打牌都已经想好他等一下要干嘛了、哦、东风还有两只、啊、还有两只、啊、而且是首张、啊、对，而且他六条根本不需要碰，虽然六条没了，但是比较再打四万，比较建议的是他西南北自己如果能拿一个砍的话，不过可能来不及，因为冰炮已经听了螺丝三四条了。你看果然啊、哦、按照我的剧本走，杠上三四条没有，等一下的北风啊，嗯、感谢罗哥，因为我都猜错 ，OK， 好，感谢啦，感谢罗哥的抖内啊，北风再碰打六条，哇、哦，但是这样碰有个危险性，对，就是、冰帽听牌有可能会自摸、哦，是。凯虹默默的也跟上了一进厅，三条放枪，放枪来不及做了。OK， 不过有点小可惜。不过人做他刚没虎，然后这一把又被对点。是的，这个距离又凑一色小四喜，帅气。好，那比赛结束了吗？最后，最后冰帽胡到这个北风北之后领先三台，是不是三三六三万三千六暂时领先？那二三四名的分差分别大概就是三千分最多 ，OK。